蝶恋花。蝶恋花这道菜用的主料有牛肉、紫菜卷儿、白萝卜卷儿、牛舌、菜汁卷、胡萝卜卷儿。紫菜卷儿，肉泥做成紫菜卷儿，菜汁拌鸡肉泥，用蛋皮儿卷成菜汁卷儿。白萝卜汁儿，拌鸡肉泥，用蛋皮儿卷成白萝卜卷儿。胡萝卜汁儿，拌鸡肉泥，用蛋皮儿卷成胡萝卜卷儿。具体操作的方法是：紫菜卷儿、菜汁卷儿分别切成斜刀片儿。蛋黄卷儿、胡萝卜卷儿用直刀切成片儿。将紫菜卷儿、菜汁卷儿堆积成半圆形，将胡萝卜卷、白萝卜卷、紫菜卷、菜汁卷切成片，摆成长形，摆入盘中成蝴蝶状。用牛舌、胡萝卜、白萝卜、蛋黄分别切成片，卷成花状。用发菜做成蝴蝶身，再以牛肉做成蝶须，这道菜就做好了。它的特点是形象逼真，色彩鲜艳。